好，欢迎回到 Cryostasis。虽然说我们在这边想要拿那个子弹，可是一直拿不到，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样。反正我们就先开这个门。What the fuck？所以这些门这个时候才开。所以子弹这时候才拿得到哦，好吧，害我上次在那边担心了很久。那不知道你们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？我这礼拜比较忙一点，所以直到现在礼拜天了。还有时间来这边，录这个影片给大家看。那一样，感谢你们。这算什么鬼？他就这样跑出来射我，然后就把我走了。那也感谢你们对我影片的支持，还有耐心的等待。那这个礼拜的影片可能会稍微比较少一点。那不好意思，小 J 最近快要模拟考，所以没办法一直为大家带来很多影片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等到模拟考完之后，我可能就会再稍微帮大家多做几游戏影片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影片，不要忘记分享、留言和支持。小 J 在这边感谢大家，好，要出现。到底要不要死啊？说真的，没什么时间跟你耗。糟糕，我爆，我会死掉。好的，终于死了。老天啊，这么难打。我应该早一点把这把枪掏出来了，我都忘记我这把枪。给我你的子弹。那我现在应该多用一点这把枪。我一给我们这把枪，就应该是给他用的。哦，刚刚那什么东西？你们应该有看到吧？有个东西跳走。游戏自动储存了，让我很不安。重点是他跳去哪？这边跟那边，那个洞里面是不是？好了，不管他跳去哪，我们先取暖再说。Hallelujah，我可以感受到那份温暖。好吧，那我们去追踪这个唯一的老兄。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哪里？出来啊！他会从这些门后面爆出来的。为什么特别在这个地方放一个这个？厕所里马桶里有虫，那什么东西？好吧，感觉什么都不是。所以，我觉得他会从某一个这里面蹦出来。又是那个很大只的那个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是内鬼还是怎样？没子弹，等我换子弹，我打赢了，天哪，真是让人难以相信！我竟然打赢了这个大家伙，真的假的？他有没有丢下什么子弹？他身上绑了两，
可是我子弹我不能拿，好吧，不能拿就不能拿吧。这有什么地方？好黑啊！用这把剑的时候很容易累的。啊！我觉得他死了说。啊！拿得到吗？哦，可以。哦，不是，是可以开门。想说。这么远也拿得到，我又听到上面有什么很开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看到灯了。好，哎，这里不是来过吗？这门又锁起来，然后呢？还是我不应该上来。奇怪，我现在应该去哪里？不是这里啊，奇怪。右边左边呢？你们说呢？左边好了。那、哦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啊 shit！ 不对，不是这个。对，就这个。内阁，但这把枪还是比较好用。这里吗？还是我从这里进来？会不会有点迷路？我说真的，哦，看来不是。不对啊，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混乱，到底应该往哪里走？我从这边过来。把这边那个家伙冒出来。哦，你看那东西躲在这里，这一堆温暖的火，竟然躲在这个角落。所以那个家伙跑出来，就我应该是要从这里走进去。然后呢，我又回到这个地方。对啊，还是我再从这里出去。我感觉我迷路了。不对，绝对不对。我从里面出去，然后这里。这里有人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到底什么东西卡住我？刚从这里左边走呢，那个家伙冒出来，
然后这里，居然没看到这里。我看到子弹。哦，好多，天啊！既然拿到子弹，让我很快的换一下子弹。哎，这个门又开了，然后就是这个。然后就跑了。又是一个开关，哇，好多开关！这游戏基本上就是开关取暖，然后有东西冒出来，杀掉它，捡子弹，然后就会又冒出一个开关，然后再去开开关，开门，好像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听到什么？哦，你想去哪里？你的子弹，上面还有一个，然后又是开关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这游戏其实蛮单纯的。接下来去哪？哦，那边有一个门啊。总之，我开完开关，不是敌人冒出来，就是有门打开，基本上是非常的合逻辑。感觉这边应该又会有一个那种过往回溯。我觉得这门这个开关打开，这个窗户就有东西冒出来。哦，我觉得在游戏里面不是被椅子吓，就是被石桶吓到，真的是。好，目前没事。我们也有一阵子没有去拯救人。这个门能开吗？能开。那又是一个门关。What's wrong? Aren't you happy with your freedom? Or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? Want to get back to your plates already? Then go. You'll get your meal on time.好吧，那刚刚这边是一个这个载入的画面，那我就这边跟大家说，我们大概要结束这段影片。那一样都希望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分享、留言、订阅、按喜欢。那不好意思，这个礼拜的影片比较少，下礼拜我会帮大家补齐，所以请不要担心。那在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